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啊！我哋好开心，今晚咧又有我哋呢个研经嘅讨论会。咁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如何建立人嘅灵命。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长嘅讨论嚟嘅，有好多嘅材料。原因咧，因为要建立人嘅灵命，真系唔系一样容易嘅事，有好多方面我哋需要学习嘅。咁所以咧，我系写了不同的方面，咁咧就希望咧大家可以投入地去应用我哋所学习嘅，亦都能够有机会去帮到人。咁我哋首先咧就喺呢度我传俾你嘅嗰个资料咧，一开始咧就讲到点解好多人嘅灵命软弱啊嘅原因。咁呢个第一咧，就系因为好多人唔系好信神系真嘅，佢就算翻教堂唔一定相信神是真嘅喎，因为咧佢只系觉得翻教堂系一种活动啦，有啲朋友啦，有啲活动啦，咁佢未必咧系觉得系即系神系好真实嘅。曾经我喺一个教堂侍奉咧，咁啊，我同佢哋讲到关于去天堂咧，我好惊讶，因为其实那个教堂咧系唔系咁多讲到呢方面嘅，讲即系冇乜讲到救恩嗰方面嘅。不过牧师就请我去，去嗰度咧系带领嗰个教会。咁咁我有一次讲到话关于咧，即系我哋可以清楚去天堂啦。咁有一个教友回答我，佢呢啲嘢我唔谂嘅，我唔计较呢啲嘢嘅。哇，我真系觉得好惊讶，即系佢。只是觉得他可能来到教堂得到一些安慰啊，就不是想到将来是不是真的去到天堂的。所以有些人真的不太信神是真的。还有他们不太信神真的爱我们，又不太信神是充满大能的。就是充满大能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什么东西都帮到我们，神什么东西都帮到我们。但有很多人是不太相信神是很爱我们，有乜嘢都能够祝福我哋，佢哋觉得咧系好似咧信仰只系一人生嘅一部分嚟嘅啫。咁然后咧就其他人嘅问题咧就系咧咁咧就同埋咧就唔深信罪，或者系唔全心跟从神有破坏性，即系好多人觉得犯罪唔紧要嘅，觉得咧好多人都犯罪噶啦，即系唔使咁认真对付罪嘅。咁喺我以前嘅教会咧，有一个教友咧系由第二个教会转嚟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即系佢信耶稣好多年啦。但咧佢话我嚟到呢度先听到咁多关于罪嘅教导啊。咁我唔系净系讲罪嘅，我有讲不同嘅嘢嘅。不过咧喺佢本来嘅教会咧系冇乜讲到罪呢样嘢嘅。咁呢个真系。即我听到都惊讶，点解会咁样咧？咁真系有啲人系觉得罪唔紧要嘅，或者唔跟晒神都唔紧要嘅。咁所以佢哋觉得点解要咁委身跟神咧？点解要咁处理罪咧？佢哋觉得呢样嘢咧系唔系好必须嘅。好啦，咁第三嘅就系周围都系软弱基督徒，咁所以被世俗影响啦。即有啲教会咧，佢哋嘅多数咧都系一齐去饮茶，甚至有啲教徒咧，佢哋就会去打麻雀，即系聚会之后咧就去打麻雀，翻到嚟咧就系一种活动咁啊！我亦都去过有啲教堂咧，一讲到佢就斜低喺张凳斜低瞓觉。我有时我要叫佢哋噶，我话咧，请你拍一拍隔篱嗰个啦，即系有好多人咧系对于神嘅事咧唔系好关心嘅咁。但我哋今次咧就讲到点样建立人嘅灵命，所以我哋都系面对一啲冲击嘅。咁然后咧就系、是、第四咧就系、是、觉得神即系人生嘅一小部分啦。第五咧佢就唔能够处理负面思想同埋情绪同埋人际问题啊。咁咧佢于是内心有好多难阻啦。即系有好多人咧，佢时时都好烦、好低沉、好唔开心、好负面。所以他对于什么事都不会很认真的，他不会觉得神真的会帮他能够得力啊，轻松喜乐啊，即他不会有这种心态啊。
咁亦都佢人际关系唔好咧，就好难喺教会投入，咁所以亦都影响佢神嘅关系嘅。咁就系佢本身嘅生命冇俾神处理，就结果咧进入不同嘅问题啦。咁第六咧就喺家庭同埋人际关系咧有负面嘅经历啦。咁所以好难相信呢个世界有好人，亦都好难相信神系咁爱我哋嘅。佢觉得咧人就系唔好嘅，所以咧佢哋会比较难啲相信神真系咁爱佢哋，同埋咧佢哋觉得咧系啊好难去有动力嘅去帮人啊，即系去爱神啊。对佢嚟讲呢样嘢真系好遥远啊。咁嗱，以上只系一啲嘅问题啦。咁事实上真系我哋见到好多人咧翻嚟教堂，代表佢哋系爱主嘅，唔代表佢哋有心嘅。但系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嚟到教堂听到咁多年。佢会希望佢会被更新，咁亦都事实上有啲教会嘅讲道咧，系唔系注目喺建立同神嘅关系嘅？有啲系会就系、是、多啲讲安慰嘅说话啊，讲一啲人际嘅问题啊、家庭问题啊，点样做一个快乐嘅人啊，就唔系讲到同神嘅关系嘅，少讲到同神关系，呢、这个都系一些教会的问题来的。咁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其实个个人都可以的，个个人都可以呢去帮助人的灵命。在这里我问一问大家，这里有几个人你试过去帮助人的灵命的？你可不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你曾经怎样帮助人的灵命？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我知道我分享啊。哦、我嘅三年啊，即系嚟咧，即系去教会里边啦，去睇到即系长者啊，非得要咩问题嘅，即系唔开心啊，好到谂埋一边啊，咁啊，我就会去关心佢啊，有时听佢讲啊咁样咯，佢有时就会去即系听到问题咧，讲少少话俾佢听点样咁样咯。即系都系教会里边，即系有需要嘅嗰啲长者咯，姊妹咯。嗯哼 ，OK， 即系你会帮教会里面一啲长者、啲姊妹，佢哋嘅同神嘅关系，或者佢哋嘅个人嘅问题。诶，仲有人想分享啊？即系话你会有呢个动力，同埋或者你见到教会里面有啲人，佢哋嗰个灵软弱系。令到你有挂心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的心态啊，有没有这些经历都有的即是他们会找我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即都有讲埋，即除了认同你的情绪啦我都有讲埋，他们会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开心，很难开心，他试过 cheer up 自己，但是呢都没有动力做任何事情。咁我都會講，因為同神嘅連結斷咗，咁就鼓勵佢哋咧係即係我有為按手為佢哋祈禱咯。咁佢哋嗰即係按手嗰一刻係佢哋係好觸動嘅咁樣咯。咁我都有鼓勵佢哋每一日咧即係譬如默想聖經啊咁樣啦。咁我就唔知佢有冇做啦，即係傾嘅時候咧就。好投入咁傾嘅，但係翻到屋企咧，佢可能就冇又冇動力做啦咁樣咯。嗯哼，係啦，咁我有試過喺係你講牧師，你覺得有啲人咧，即係嗱，你幫佢咧，佢又好似好啲啦，跟住翻屋企又冇做啦，你覺得呢個又係一個咩問題咧？咩原因咧？個最重要嘅原因，佢唔相信神係幫到佢。OK， 系呢个第一个原因啦，系。同埋佢冇认真去对，唔知道罪个破坏性系几大咯。佢知道自己有罪，做得唔啱嘅。嗯、但系就成日 loop 嚟 loop 去咧，佢都系讲紧我觉得神嬲我呢样嘢，所以咧系唔同我讲嘢，即系咁。因为佢觉得神嬲佢。系啦，咁我都有纠正翻佢嘅，我话。神不是那些很恶啊那些啊，他是很爱你，你回转呢，你回转呢，那他
他是很开心的，好像浪子回头的。我说比得这么差，即是比得他自己觉得自己这么差，三次不认主。当主再找回他的时候，主是没有责备他的，是即是更加爱他，更加挽回他的。咁但系佢对佢又明咯，当时佢都觉得触动嘅，系触动啊。但系翻到佢咧，佢都系咁嘅。点解我会知咧？因为佢又久唔久又会 WhatsApp 话：哎呀，今日又好唔掂，即系咁咯。嗯哼 ，OK。嗱喺近代咧，似乎都有好多人喺呢种咁嘅情绪嘅烦恼里面啊。呢个亦都一个原因咧，好多人咧系嗰个灵命好难提升啊。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即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状况呢？即一方面他觉得他习惯了这样的，同埋咧，佢唔信神咁好，唔信神可以祝福佢啊！俾佢心面咧，佢得到咁多嗰个丰盛啊，嗰啲礼物，佢自己习惯咗，我系咁噶啦，改变，即系佢自己觉得佢自己改变唔到咯，佢自己做唔到咯，动力咯，系都系有好多人佢习惯咗烦恼啊，即系日日个思维都系烦恼嘅，吓，习惯烦恼啊。習慣了咧，同埋咧，佢自己乜嘢都諗一餐嘅。佢點有時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傾得好開心噶喎、哦。即係幫佢嘅時候咧，即係有時聽佢講完咧，我要解釋佢聽傾偈咧，即係搞佢點樣做，佢好開心，嗰靈咧好咩嘅。等一陣咧，佢又唔記得咗咯，又諗翻起佢即係唔開心乜嘢啊，或者佢家庭有問題啊。不知道他自己怎样啊，总之又一嚿又来翻噶啦，又系咁样咯。系啦，即系成日都喺纠缠喺呢啲系啊系啊系啊，个人问题、啲情绪问题，走唔出嗰个困境啊，走唔出嗰个突破唔到啊。嗯哼，系 OK。嗱，我自己咧觉得近代啊，系越嚟越多人有呢啲情绪问题嘅。在我細個嗰時咧，我真係覺得周圍嘅人唔係咁多有呢啲咁嘅問題嘅，唔係咁普遍啊。但係而家啲學校咧係好接受，有頗多學生係有情緒問題嘅，係即係好似呢個係一個好似大家都接受咗一個正常嘅情況咁嘅，即係通常都係咁樣樣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咧係有好多因素嘅一個因素咧，就係個社會風氣都係咧，係好多埋怨啊，好多投訴啊，會要求人哋要點樣好啊。咁於是佢人哋對佢唔好嘅時候，佢成日都會用好負面嘅方法去睇人生啊咁樣。咁另外亦都我覺得咧係啲食物啊，因為咧其實而家啲食物咧係落咗好多唔好嘅嘢嘅，所以好多人咧食咗咧，佢嘅情緒係唔好啊。佢身體唔係健康，好多咧係食啲人工製造嘅嘢，其實嗰啲嘢係對人健康嘅。咁本來食菜啊嗰啲係比較健康，但係咧佢哋嗰啲菜啊、啲農藥啊，好多啲生果亦都有農藥嘅。咁即係除非用方法去將啲農藥攞走，譬如揾啲鹽水浸下佢先，浸一輪咁啦。咁實在太多人受呢啲嘅影響啊，亦都咧喺呢、这個環境啊，嗰啲網絡啊，係個環境係好多問題發生嘅，咁令到好多人咧嗰啲思維咧都係即係已經好似好難有一個健康嘅思維、健康嘅情緒生活啦。咁呢個都係我哋見到都好多發生嘅事，即係其實真係末世嘅時候咧，係好多嘢都有問題。如果大家有看过，其实很多农业的方法都是为了产生更多就是更快有果子，还有养一些鸡啊，就打了很多针落去。那他们很快，就是以前呢就养只鸡很久的，现在很快脆就已经可以卖得了。那这个就是造成很多人的食物里面是含有很多不同的好的成分。造成人的情緒問題，亦都係即係各樣嘅嘢啦。呢個世界嗱，譬如我細嗰陣時比較咧，好唔同咧，就係嗰陣時咧係冇
即係冇啲手機啊。啊，我以前大約係啊88年嘅時候，我翻嚟香港咧，我係喺香港嘅學校做福音工作啦，好多人信耶穌嘅。但係而家啲人講做啊學生工作啦，係好難好難做嘅，因為咧嗰啲學生第一就俾嗰啲啊好多上網嘅嘢吸引啦，啊好多嘢 occupy 佢啊，咁所以咧佢根本唔會對神嘅嘢有興趣嘅。嗰陣時我即係好驚訝，我開始有報道會啦，佢哋成班學生一齊全部信曬耶穌，全部翻嚟我哋團契，好快脆咧，我哋嗰啲團契每一個團契不同級數嘅都坐滿曬人啦。但係而家已經唔再係咁嘅，呢、這個世界已經唔再係咁嘅。咁呢個就係一個人嘅改變啦。喺我嗰陣時，嗰啲學生咧都好少話：哎呀，我好煩啊，我好唔開心啊，我好抑鬱啊，即係好少啲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活咗一個困難嘅情況。首先，我哋自己本人啦，就點樣我哋有喜樂平安，唔受呢啲影響，而有動力去啊去俾神使用喺呢個世代。做明光啊！喺呢个世代系比以前更难，但系咧，我哋求主帮我哋，真系咧系靠住耶稣去得胜。即系喺我嗰阵时88年翻嚟香港嗰时做学生工作咧，真系嗰阵时传福音系而家真系好唔同，好即系因为呢个世界改变啊，所以人对于神系冇乜心啊。而家嚟讲系困难好多，不过依然咧求神使用我哋，赐俾我哋动力，